刚买的。嗯，不是，还能加农的好不好？大很。多少钱？2000。哎，咋了？嗯，还是那个大法的旺。对。也就是1-2000吧，这个800块钱，两千五六，我那个2000，佳能，佳能呢？差不多牌子，那不是我那索尼的，对呀，不一样。佳能的尼康专业的相机，现在就是佳能。你还来个感动常态啊？咱们这快安州也成。现在三脚架的，对，穿戴了。你真给带三脚架了？嗯。我当时买我的那个，你看什么？二十几万的，什么玩意儿呢？送个三脚架不会使，我操！哎呦，那个脖子上，看懂？那你说一声。
等我别录好，我做一个，一会儿我道歉了。